这个记者会其实是在，大概一个礼拜前我们就筹划了。那本来记者会的 title， 它的名称叫做“让南铁成家，把家献给台湾”。本来这个记者会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让公众知道，南铁成家提出了一个。在法理、在技术上，甚至经费上面都可行，而且完全不会阻碍工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达成一个社会的和解的一个方案。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个方案的原因，其实是在于7月23号那一天，政府第一次要来强拆南铁成家，然后我们挡拆成功。挡拆成功了之后，事实上我们家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因为我们家会随时面临随时会被拆掉的这样子一个威胁。那同时我也看到我母亲在那一天虽然挡拆成功之后，她的情绪崩溃，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她在这两个月里面，他的身心状况越来越不好，越来越瘦，越来越苍白，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我答应我母亲说，我会尽所有的努力，不要让我们家被拆。但是因为南铁工程现在已经挖的到处都是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觉悟，有那个认识说，我们挡不下这个所谓的南铁东移。工程，所以我们也不想要挡了。那我第一个想法其实是在周边找一块土地，然后用征收的价格去把它买下来，然后把整个房子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 present 的这一部分切下来，然后移动过去到那边去重建。但是无奈周边的房地产被炒得太高，我搬不过去，所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要提出这个把南铁成家献给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的一个想法。那事实上，这一个想法在今天开记者会之前，大概两个礼拜，我们就透过各种管道跟政府的高层沟通。所以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以下我们谈的这一个和解的方案，总统府知道。交通部知道，台南市政府也知道，更不用说铁道局等等，所以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方法是完完全全不需要强拆成家，然后成家又愿意跟他和解的一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不是为了成家，它是为了台湾，它是为了台南。这个方案简单说，就是把我们家捐给政府，捐给台湾。那保存的范围呢，是我们家的核心区，里面有旋转楼梯、客厅，还有那个正面的立面。那做的方法是，他们要动工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核心区先搬到别的地方去。移房子的技术现在是非常非常成熟的。然后他们进行民挖覆盖法结束了之后。上面是填平的房子，再给它移回来，然后移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周边跟这个房子整体来做一个公共艺术、公共空间的一个设计，那可以让游客
让市民可以看得到这个房子的结构，然后呢，让他们跟本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跟历史产生连结。因为我负责昨天的一个中间的协商，有一个重点就是交通部铁道局给我的承诺都只是封存大门而已，房子不会拆，让他们封存大门，让他们对上级有所交代，房子不会拆，以后陈家的人都仍然可以从厨房后面进来拿他们还没有搬离的东西。各位朋友知道吗？但是我昨天在搭高铁回台北的时候才知道房子被拆，这是让我非常难过的地方。我们政府不仅不沟通，我们政府都还在欺骗说谎。各位媒体朋友，一个讲求民主人权的国度，谁愿意给人家十分钟搬家？你能够想象得到吗？十分钟。最后我们不断地跟他们讲，陈家已经找搬家公司，10点钟就会到。我也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市议员王家珍市议员，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他因为接到知晓的电话，他马上就赶过来。我要说，要不是有王市议员的协助，拆迁的时间会非常的迅速。我现在心情也闹，要怎么讲起？不过我要先讲的是，房子一定是我们的根。好，我们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要被人根拔起。九年来我们过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拆光，也不敢出门太久，就出去买一些菜就快点回来。我们结婚是45年。47年的时候，我们先买一个地，就是45平大的地，然后呢，先盖一栋那个平房，一房一厅的平房，就住在那里。然后我们那个省司沿用，就一直存钱，在现在那个60年开始规划。那个要说房子重建，就是我们就很认真的去找建筑师，因为我们想那个房子是我们永远要住下去。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看电影，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做那个乱世佳人，我看那个回味那首那个楼梯下来的那个。觉得很浪漫，就请那个建筑师说，你是不是我们这个房子可以设计一个圆梯这样？建筑师看了后，也 OK 可以，就把我们规划。所以呢，我们对那个楼梯那个房子，我们对那个房子是感情很深的，好像一个小孩子。从小这样呢，把他养大的那个感觉。